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。搭载着577级的嘉义市文化局图书馆行动书车越拓龙即日起正式营运。今仔日嘉义市文化局特别举办盛大记者会，并且由市长洪炳辉率领议会贵宾共同宣告正式启航。未来行动书车将巡回到嘉义市各观光景点、社区邻里以及校园，提供民众多元丰富的就车服务。嘉义市文化局图书馆行动册车八号正式营运，未来行动册车将会巡回到嘉义市各景点、社区邻里、学校等，提供民众多元的阅读册籍，享受便利的借阅服务。嘉义市文化局八号特别举办记者会，由嘉义市长美惠率领与会贵宾，共同宣告行动册车正式启航。市长美惠表示，嘉义市正式，但每间学校拢有图书馆，而册籍更是知识的来源，也希望借由行动册车的启航，让民众养成阅读习惯，并将知识传达到每一个社区，共同传递属于嘉义市的阅读潮流。我要告诉大家，七月开始我们就开始启动了行动阅读专车，开始启动。在我背后可以看到非常亮丽的颜色。在这一次里面呢，每一次我们会根据社区有不一样，我们会有500套的专书。朋友们，你只要有借书证，你可以来现场就可以借书。更重要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也擘画了一些情境质感的阅读专区。我们看到周遭里面有椅子，甚至呢有很好的书店，让孩子们亲子之间的阅读很自在、很随意、很有文青风。我想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就是到了一个社区里面，我们会针对社区还有实体的互动，甚至再进一步呢，我们还有做导引。孩子在最后呢，你还可以把这个过程当中写下一个金句，把它留下来，甚至呢，我们还有飘书的一个这样活动，希望这样来推动起来。我们希望一起来造浪，造阅读浪。我想当风起云涌，而且浪潮一来，这阅读让大家一起在这里沉浸在美丽的阅读，大家一起浩瀚的阅读，这样的一个海浪当中，大家去探索，然后激发每一个孩子他的创造力、他的想象力，我想更重要，可以让亲子之间有更开心、好的互动。嘉义市文化局表示，图书馆行动册车会使载到500本册，未来除了生活的观光景点以外，接下来将会到快意生活村，希望借由推广阅读，培养囡仔养成阅读的兴趣，并找到阅读的乐趣。在巡回期间，行动册车也将推出四个活动，包括借阅几点换好礼、小书折纸金句造浪、彩绘体验以及换书活动，让全龄学习知识共享，会使真正落实。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。别问我为什么停下来，好吃好逛又好拍，因为来家太好玩，一时家一起不完。好吃好逛。